好，大家好，好高兴有机会嚟同大家倾偈。咁我嘅身份咧就叫我做台长，其实我而家已经系前台长噶啦，我后边都唔知有几多个啦，所以咧就我其实咧我就话我改咗姓夏嘅，叫做夏台长吓。就今日咧，Professor Young 咧，我一定要向大家介绍嘅，佢系我喺大学嗰阵时咧，佢教我物理嘅吓，所以我头先见佢咧，我打咗个90度嘅鞠躬嘅吓。即係一定要執弟子禮，係咪？我今日嚟講咧，就以校友身份嚟講嘅，因為咧 Hong Kong U Space 或者佢嘅前身咧，我都上過唔少佢嘅堂嘅。一陣間咧，我有機會我會提一提。咁今日我講嘅嘢咧，就係講我主要最講就係開心之道。開心啊，點解唔係講快樂之道咧？我想問下，開心同快樂有咩分別啊？開心同快樂有咩分別？你好似喺度諗緊喎，有咩分別啊？一個係發自內心嘅，一個係周遭嘅。咁邊個係邊個啊？未諗到，好嘢！嗱，呢種咁樣嘅努力回覆咧，就係好學生嚟嘅。你應該多啲嚟呢度上堂啊！我嘅理解咧，快樂就好快樂咗嘅，啫一聲，哇，好開心啊！可能變做抑鬱嘅，因為你開心過頭咧，個腦入邊會擠啲嘢出嚟平衡，佢覺得唔對路，佢會擠一擠擠過龍，去咗第二邊。所以其實咧，要記住啊，快樂咧係好快嘅。喺危漢之前咧，個快字啊，係得一個意思嘅啫，危。漢魏啊，漢二千年前嘅，二千年前個快字點解？有冇人知？二千年前個快字點解？係 quick 啊，定係 happy 咧？邊個話 quick 嘅？舉手。邊個話 happy 嘅？舉手。冇啊，有啊。其實你應該知道，人都成一快嗰個快字，嗰個土快個頭甩咗啊，係話好 happy 咁解啊，快。在漢朝和魏朝之前是 happy 的意思，只不過呢後來人們發覺這種 happy 的感覺很快沒了，所以後來變成做 quick 的意思。很過癮的，它是文字會改變意思的，所以快樂不是我們追求的東西的，外來因素令到你哎呀我想得這樣結果得到，或者就有些人給你好東西吃，哇很快樂，不過吃完就過了。開心咧就係發自內心嘅，個心打開咗，哇，非常寬敞，對唔對？有啲人好得意噶嘛，一起身擘開對眼，佢就行出街就好似好過眼咁樣噶。有冇你知有冇認識啲咁樣嘅人啊？有個係嘛？佢一起身佢又好過眼噶，嗰個我叫做開心，因為佢係打開咗嘅。唔開心反轉收埋，會叫做乜嘢啊？開嘅相反嗰個詞中文，今日講中文，開反轉叫做乜嘢啊？閉跟住會點樣啊？閉翳啊嘛，嚇！所以咧，做人咧最緊要就係我哋唔係追尋呢個快樂，我哋要追尋一個開心，因為你追尋開心咧，其實就係你要甩咗嗰個閉翳，閉你梗係翳啦，谷住係嘛？谷住會點樣啊？如果一路有啲嘢興住你，我哋讀書咧物理叫 PV 等於 RT 嘅，你聽過未啊？PV 等於 RT， 阿 Sir 教我噶。温度越高，但係你收埋閉住道氣，一路興佢，嗰啲氣壓會點啊？會上升噶嘛？一路升到咁上下點啊？砰爆咗係嘛？如果你想佢唔爆，要點樣要唔爆咧？嚇咩啊？疏咗啲氣啊！其實咧，譬如一個，就算你好靚嘅金屬做一個波咧，好密氣咧，你輕佢終歸都要爆噶嘛，係嘛？但係如果你裝一個好細嘅窿，只要好細嘅啫，你係咪可以諗到佢永遠都唔爆啊？聽得明啊？其實所以咧。做人
唉，你暫時做唔到好開心都好啦，得俾個窿仔自己啦。人就係咁慶你啊，你永遠都唔爆嘅。誒，有人想入嚟啊？誒，嗱，所以咧今日我 PowerPoint 就冇講呢啲啊，不過我覺得咧金句最緊要就係、是、你一定要俾自己有個窿仔。如果你打得開啲咧，就仲勁。其實咧，如果一個波呢度開個窿，嗰度開個窿。如果個窿開得啱方向嘅話咧，人一路慶你，嗰啲氣一路擠出嚟，仲有推動力擁你去某個方向添啊，明唔明啊？所以有啲人話：，壓力就係推動力，其實物理嚟噶。如果呢個嘢入邊係空氣，你係咁慶佢，我呢度開個窿嘅話，嗰呢嚿嘢會走去邊啊？會射去嗰邊噶嘛？唉，所以啲人話壓力就係推動力，就咁解啫嘛。今日明啦嘛。物理嚟嘅啫，做人嗱咁，但咧，其实我觉得做人最劲系咩嘢咧？就系、是、我周围都系窿，你点庆我咧，都喺翻嗰度。咁我中意喺嗰度吓，咁呢啲叫做乜嘢啊？叫做自在，自己决定喺边度，呢、这个叫自在啊！自在系咪好 happy 咁解啊？啊，就系咁样啦。你打开个心，然后咧，人哋点激得到你啊？我而家成日话俾人听，你激唔到我噶。你怎會激親我呢？我周圍這麼多個窿，我大把氣地方走，是吧？好了，那就講了，其實人呢，其實追求的是開心，而這個開心，哎，這位女士講得好，開心是自己在裡面決定的，對不對？啊，真是多謝你這個教學助理啊，哎，那我自己呢，都做了七十幾年人了，我拿緊生果金，真是很多謝香港政府的。不過亦真係多謝香港全香港嘅人民啊，竟然令到呢樣嘢做得到。就咁，但係究竟有啲人話，因為其實好多人都知道我成日暗沉沉，一時又話第三條跑道又反對，咁結果又起咗，照計我應該谷到爆噶，然後就我而家開始暗沉緊，人工島冇意思啊，製造危險啊，哎、好似起緊咁，我應該谷到爆啊，仲有咩嘢我會谷到爆？郊野公園成日都有人要起入去嘅，我最憎人哋起嘢入郊野公園。但系講極都有人講嘅喎，咁我油油之口，我冇特法子禁佢噶嘛，咁點咧？我有理由爆谷到爆噶，咁但係一啲人就覺得我好似幾運吉咁樣嘅喎，點解 O K 咧？嗱，咁今日咧，我因為佢哋叫我嚟講咧，我都諗下點解我又可以，誒好似幾運吉咁，啊結果咧就好多謝佢哋呃我嚟講咧，我一諗到咧究竟發生過咩事？呢笪地方咧就係過去。我想由2009年到而家十幾年，用了我很多心血的地方，呢笪地方叫荔枝窩啊，香港嚟噶，唔係外國啊嚇，竟然有笪咁樣的地方啊！哇，我介紹你哋咧，有機會都去那度，去一去那度咧，你哋會接觸到天地的靈氣，你會很開心噶。我遲啲嗰度咧有些地方你哋可以去住嘅，我會收你錢嘅嚇。不過我不會淨係俾你嚟住嘅。因為我哋唔會收 walk in 嘅人嘅，我哋一定係嚟參加我哋一啲一啲學習啊，或者咁樣嘅嘢。即係我哋希望嗰度係一個嚟到大家接觸下個天，接觸下個地，認識下多啲嘢，開心就唔係嚟到度吃喝玩樂嗰啲啦。好啦，其實呢個世界咧，我哋有大把理由咧覺得好鬼煩嘅，我都費事讀曬佢，你睇下，梗有其中一樣嘢中你嘅，係嘛？即係其實。好鬼猛嘅，我最猛嘅就係我其實近來都幾猛，或者今日最猛嗰樣咧，就係、是、啊十年前都開始咧，就香港啲教育分開兩部分嘅，有錢人讀一啲某啲學校，冇錢人要讀第二啲學校，咁咧一起步就已經爭好遠啦。咁啊，跟住咪要跨代貧窮咯，即係哇！我哋以前唔會嘅喎，我哋在座或者我呢個歲數嘅人好多都係。在很基層咧，喺當時一個很好公道的制度入邊咧，慢慢浮出嚟咧，能夠改善到屋企的生活。我哋嗰陣時係改善屋企生活，而家嘅青年人係要靠屋企生活。點解會喺我哋呢代幾十年之間變成咁啫？猛到爆啦，係嘛？啊！但係你諗下，有很多原因嘅，我一個人搞唔掂。你哋可能各有各唔中意嘅嘢發生㗎。我啊，好有理由抑鬱嘅。我成日話俾人聽，我深度抑鬱嘅，因為我好衰唔衰學咗古代嗰啲人咧，就咩先天下之憂而憂，即係因為我咧就係我嘅訓練讀物理嘅訓練咧，見到數據就分析，成日喺度分析完之後，睇到呢個世界好鬼多問題，
我係早個人睇到問題嘅。譬如我話講講氣候變化，我講咗十幾年啦。以前啲人當我係傻佬嚟嘅啫，而家你發覺原來傻佬升級到去國家元首級啫嘛，嚇咁先至覺得我唔係傻佬啫喎，係。不過你去睇下連登啦，攞不攞都有人攞我出嚟鬧嘅嚇，即係連登最近先至判有人認咗我，認判咗我做香港兩大黐線佬啊！啊，你哋諗下第二個係邊個啦？即係咁咧就。明明这个世界现在向着一个人类灭亡的路走，但是呢出面普通的人很难说，即是他每天在找食，他怎么去想这些东西，你不可能要求他这样。但是喂，世界上很多读书人的嘛，你们会看数据的嘛，尤其是那些在位高权重的人，理论上他们应该是人类精英来的，他应该代表人类有个醒觉，知道这些事发生做事的嘛，但是你看来看去都不觉得他们做事，人類去緊滅絕之路嘅，咁點咧？咁係好鬼猛啦！先天下之憂而憂就係讀書人必經嘅痛苦。不過我最憎後邊嗰句，後天下之樂而樂，係咪好老襯啊？我唔會噶，我先天下之憂而憂，我亦都要先天下之樂而樂嘅。冇理由咁笨噶嘛，咁我出世嚟咪好鬼戇咯？人出世就係其實為咗 happy 嘅啫。你哋夠歲數啊，所以我可以講，其實你出世嗰陣時候，你父母都好 happy 噶，嚇，即係你係一個好開心嘅時候走出呢個世界，你心中係一種有個開心嘅種子喺度嘅，啊，即係好多門宗教都講呢樣，人心中係一個清淨嘅種子，係好開心噶嘛，點解會搞到大個咁麻煩咧？係好猛震嘅，不過猛震完就要開心，我。啱啱今日先系同一個人講，我如果聽日唔係我唔係，如果後日係世界末日，你會做乜嘢嘅？如果後日係世界末日，後日喎唔係聽日啊，後日好得意嘅，唔係講後日，唔係講聽，你會做乜嘢？世界末日咯，你都仲未諗到。我得後日咯。哇，隔離，證實下你講嘢啱唔啱？哇，嗱，你呢個就係理性思維啦。但係咧，我話俾你聽，太多理性思維好難開心嘅。開心咧係唔可以係根據理性思維嘅。根據理性思維，條條都係絕路。我話俾你聽，現實係咁樣啊。你，我就話俾人聽，如果後日係世界末日。我聽日一件做我覺得最開心的事，我不會想拯救地球的，因為明明那個很大的小行星不斷推下來，沒有方法推，沒有法子停止的。如果後日是世界末日，我聽日會是一生人最快樂最開心的日，對不對？給你多點鴨頭來啊，好厲害，要製造一些 feedback。大家記住，其實你當你想清楚，所以最大的痛苦原來是其實是伴著最大的開心來的，那就搞定了。對著這堆東西真的有時是憤怒，有時是垂頭喪氣，有時是不知道怎麼算好，有時無奈，但是我經常提話，每次有東西推你這件事出來，推你這些情緒出來，有時當然有些東西發生的，有些事發生令到你這樣的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，就當它是快樂的相反，令到它都快樂了，接著就用你的開心蓋它嘛。那好了，面對這個世界這麼鬼多煩惱，那你會選擇怎樣呢？好像那邊那個我，哎呀好鬼痛苦啊，沒眼睛啊，那這張不是造型照，我被人偷拍到的是被人偷拍到，真的被人拍到我一個真心的那一刻，唉，都不知道怎麼辦。但是呢，在第二個時候，我可以選的嘛，可以選開心的嘛，都是那個人，其實周圍那些事物是一樣樣的，但是咦，可以兩個樣，我經常覺得開不開心是自己有得選的。不過當然，其實想清楚呢，說有得選的，你有沒有這個能力選？這個其實就很難說了，
有些人覺得冇可能，嗰啲嘢咁鬼煩，點可以我揀開心啫？但係其實開心喺入邊噶嘛。譬如我問你，你而家知唔知道我開唔開心？呢一刻，你知唔知啊？你知唔知啊？其實你冇可能知嘅。或者我而家好急上去廁所，你點知咧？係我自己嘅感覺嚟啊嘛。其實我嘅感覺你冇可能知嘅喎。咁開唔開心你點知？所以你唔可以估我開心定唔開心。然後你自己開唔開心，冇人估到你，你自己話事。所以我認為開心之道其實係你要有辦法自己能夠選擇開心先。嗱，咁你點樣能夠選擇開心呢？呢條路就難啦。有兩個答案嘅，一個就好簡單，佛教嘅離苦得樂，聽過啊？離苦得樂，呢個世界咧，佢話乜嘢世界都係苦嘅，你離開佢咧，你就樂啦。都好似好容易咁啊，係嘛？咁如果你聽呢四個字就搞掂咧，今日你可以離開啦。但係咧，其實呢四個字咧，要修練好耐先係諗得明嘅。咁我諗要用啲俗世啲嘅方法去諗。俗世嘅方法咧，啱啱呢個月早幾日啊，我喺屋企影咗呢張相啊，嗰日咧個月光同埋，哇！你哋睇唔睇到嗰粒星啊？真係嚇睇到啊！啊，粒金星啱啱有幾日，有冇報紙有冇賣過？我都唔記得咗。有啊！啊，我啱啱同個孫女咧就喺度坐喺度，咁我見到上，我望見呢個樣咧，我覺得啊，我嗰一刻就已經好鬼過癮啊！哇，我見到啲嘢好靚啊！咁我希望我俾咗我個孫女第一次嘅天文課啊，呢個月亮啊，嗰個金星啊，咁樣佢好似未 touch 著，我希望遲啲會 touch 著佢。嗱，佢令我諗起我 form two 到咧，我就接觸到天文，因為咧貪慕虛榮咧要考個童軍章啊，即係其實咧童軍個制度幾好噶，令到你覺得有章考啊，好似好過癮咁。而且我嗰陣時揀。我要揀個章咧，我周圍見到成個區都冇人有嘅，咁我揀咗呢個睇星章。我都好貪慕虛榮嘅，因為我諗人又考章，我又考章，我考一個佢又考一個，我永遠都喺佢後面，所以我要考一個佢冇嘅。其實嗰陣時候我唔識睇星嘅，但係咧，總之長話短説咧，就誒、又俾我考到呢個章喎嚇，跟住我將當時喺西邊街賺了那個公眾圖書館的中文天文書，卜一聲看曬，於是去大會堂的圖書館借啲英文的天文書咯，又薄嘅睇完就睇到厚咯，跟住揸住本英文書搭電車翻堅尼地城，哇！自己覺得個個都望住我揸住本好厚的英文書，覺得好威噶嚇。喂，咁我又快樂了好多年噶，但係我有機會接觸天文之後咧，啊又其實我隻手就好笨噶，但係我結果我都磨了磨咗塊玻璃，做咗個望遠鏡喎。呢個邊個係我嚟嘅？冇人認得啊！真係認到啊！試過有張報紙認錯咗，呢個係我啊！啲人啲眼力真係咁重咁渣嘅。我嗰陣時真係自己磨成個暑假，自己磨個鏡㗎。咁我咧就有機會接觸天文啦，係令我終身其實開心嘅根源喺呢度。我哋最早接觸天文嘅人咧，就係睇星。你哋有冇人睇到呢條有星啊？見唔見到啊？可唔可以呢排啲燈有冇得熄少少啊？試下得唔得？定係唔知道點熄啊？得都睇到啊，係嘛？嗱，有冇人睇到誒咩獵户座啊咁樣啊？嗱，呢度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中間有條腰帶，呢度有把刀仔嘅古仔咁講啊。我哋嗰陣時咧去睇星，咁咪認星座咯。不過你哋係個個都睇到啲星座啦嘛，你仲有睇到乜嘢？除咗啲星座，仲有睇到乜嘢？喂，姐姐，你睇到乜嘢啊？除咗星座，聽唔聽到佢講咩？天空啊！啊，好嘢喎！阿鼓掌。他講中個空嘅字 ，emptiness。嗱，我話俾你聽，我點解直到今日咁開心咧？其實有一樣嘢咧，就係喺我 form two form three 之間有一日去睇星，喺維多利亞公園有個山仔嘅，
歲數大啲就知道，以前喺嗰度拍拖嘅，因為全公園最黑嗰度嘅。不過我哋細咧，我細路真係行咗上去望上邊啫，唔敢望下邊啦。我望住啲星，我望望下，我突然間發覺，我唔係望住個天，我喺度望緊星與星中間係乜嘢。我就諗緊星與星中間係乜嘢。我望望下，我突然間發覺。我是望緊一個很遙遠、好遙遠、好遙遠的空間，所以你講中了個空字。我望到空，咁我突然間覺得我喺一個很大的空間入邊，突然間覺得自己好細。嗱，我覺得我自己好彩嘅，我喺 Form Two、Form Three 係能夠攞到呢個覺得自己好細嘅感覺。有啲人直到60岁都未知道自己好小，仲认为自己成年都是继续年年第一。咁咧，但系如果你一知道自己好小嘅话咧，其实冇乜嘢能够得罪你嘅。我系细噶啦，咁点啫？你再踩我，咪再细啲咯。你自己都要知道是小 OK 的。其實我跟很多年輕人說，你細個嗰陣時成長一定要看得起自己，但如果你過得40岁之後，你要學得到看低自己、看小自己，那你才能夠跟別人交往，跟這個世界交往。所以 我自己很幸運，我覺得我能夠在很小個悟到，這個不是學，是悟到自己很渺小，咁令到我此後成個人做人嘅方法咧係唔同嘅。但現在我諗翻轉頭，覺得呢個咁嘅誤咧係好深度影響我後嚟嘅做嘢嘅。當時唔覺嘅，但係所以我鼓勵你哋咧，有細路仔咧帶下佢哋去睇星。不過另外一個可能性就係我做童軍啦。咁我係做童軍咧，揸住碌棍，以前真係有碌棍嘅喎。你有冇人以前童軍有咩揸碌棍咩食雲吞啊？即係咁啊！我哋行山嘅嗱，行山咧就同接觸個天唔同啦，接觸個地啦，係用對腳黐住個地行。於是我知道我真係知道地口會起會落，唔係睇書睇翻嚟嘅，自己行出嚟嘅。又知道香港有咁多好靚嘅地方，成日有一種美感喺個心入邊生出嚟嘅。做人最緊要個心咧，落不落啲美呢種感覺走出嚟。如果你成日睇住啲核突嘢，你點會開心呢？因為我哋天生有種感覺，咩叫做美噶嘛？有門學問叫美學啊，我唔識啊，但係我個但係人都知道，見到啲嘢叫靚，你直覺知道噶嘛？我哋個腦袋入邊嗰啲線路，出世已經知道咩叫靚噶，係嘛？唔淨係睇嘅喎，聽都知嘅喎。即係我個孫女都係2岁几啊，唔好意思啊，有孫女，今日成日講孫女，佢會聽嗰啲音樂，話啲音樂好好聽。有些音樂他不會講的，根本上這個世界靚這種東西呢是心中經常有的。我好彩，我因為做童軍成日在山裡面走來走去，我很久以前已經知道這個世界很靚。有些人由小到大呢就在城市裡面幾埲牆之中生活，他很難生出這件事。但是呢，哇，即我的老友很好啊，到我幾年前而已，在我隻腳膝頭骨未完全壞之前咧，啊，佢湊我去行大嶼山南天門，哇！你真係要啦，要帶曬手物爬啊，係嘛？又有咁好嘅老友，但係都要有以前嗰種見過之後有個推動能去行。啊，有時好偶然噶嘛，上到馬鞍山頂啊，扮下人跌腳，一隻腳前一隻腳後影張相，幾開心。我曾經去過喜馬拉雅山山脊，跨過去，企喺嗰度嗰陣時，我望住山啊！脚下群山小，那种感觉直情叫君临天下。我试过的，其实这个感觉对我很重要的。我曾经跌过落马，脑震荡，我脑里面有成2cm 厚的血，前面有1cm， 我做过我的脑试过很小的，所以我做过脑细的。你听过脑细吗？我真的做过脑细的，跟着呢恢复，即是物質上恢復之後咧，其實我腦袋入邊係立扭亂嘅，有時夜晚好似自己黐線咁樣嘅。我就係靠嗰段時間
諗住嗰個喺喜馬拉雅山頂望住嗰個景，擲住嗰啲雜念嘅。我曾經經過一段好艱難嘅日子嘅，即係當然冇人會，我唔會成日唱，但係就係有時就靠一個景就咁擲住啦。咁事後我發覺原來咧喺嗰啲咩心理治療入邊有啲咁嘅，根本上人哋有個係咁樣嘅方法嘅，但係我就亂打亂撞，接觸住個地，見到啲靚嘅景。是能夠令你任何時候都有些東西呢，鬼佬叫 anchor， 有一個地方你有個鬧，你的心會定一點，因為最怕就是個，其實我們不煩惱的時候，心是亂地走的，我們找些東西擲住。那我不知道你，我自己每次看回這張照片，我覺得我很開心的，竟然拿山果金都可以擒過這樣的山，是吧？然後有人肯，又有，更加做那些好人，人家肯湊我，是吧？然後就是我真的以前見過那些咁靚嘅嘢，我再去看。咁咧，好啦，呢啲係後生啦。唉，到我開始大個要揾食嗰陣時咧，因為我中意天文咧，所以走去讀物理，所以啊，物理教授魯芬斯恩咧就教到我。咁但係到我大學畢業，諗住讀咩書好咧？咁我嗰陣時咧就話：哇，讀天文！嗰陣時天文咪有數碼化噶嘛。天文學家夜晚黑做嘢嘅喎，睇星嘅喎，日頭就人即係就瞓覺。咁我話唔得喎，咁我永遠娶唔到老婆嘅喎。我瞓覺嗰陣時候，老婆先起身，咁點算咧？咁咧我就諗下，不如讀氣象啦。降低啲啫，係嘛？降低要求咪去咗，我睇下雲，睇下落雨咯。咁即係我讀咗氣象，不過後嚟先發覺自己老襯。讀天文咧就夜晚做嘢啫，讀氣象咧喺天文台做24小時做嘢啊！唉，真係人算不如天算啊！真係，其實你睇下啲天幾靚，你直情見到風起雲湧，有冇呢個感覺啊？跟住咧，其實呢個浪咧個海本來平嘅，突然間起風嗰時潮曬嘅，風起。浪又湧，雲又湧，呢度落緊雨，啱啱呢度落雨嘅，嚇！我喺城市好少見啊，但係空間一大，你會見到呢個世界好靚啊！其實望所有嘢都覺得靚啊！咁啊，講翻學習，咁啊，翻工咯，翻工其實好多人覺得翻工就翻工，但其實翻工係一個學習嘅過程嚟嘅喎。你睇下，我由最後生嗰陣時，記唔記得我個樣啊？我老婆啊，都唔知點解會嫁我噶，啊，我醜樣嘅，即係啊，貪我唔出聲啊！嗰陣時真係沉默寡言嘅。而家我話俾人聽，我嗰陣時沉默寡言，冇人信嘅。但係咧，我搞下打波啊，打風扯波，要同傳媒講嘢喎。嗰陣時頭髮都多啲添嚇。嗰陣時揾支筆指下，跟住咧，到我做台長嗰陣時，不過好怪喎，我做省仔又係坐喺度，我做台長又係坐喺度，即係呢個人都幾好嘢。嗰陣時台長就企喺度嘅啫，個世界。但係咧，嗱呢個就由你唔中意講嘢都要講嘢。呢個咧就係以前就一個人做嘢，其實到我哋呢個時代係 teamwork 嘅。大家一起做嘢噶啦，唔係台長話事嘅，要大家一起喺度咧。即係個時都嚟轉，由以前覺得自己好叻，做預報員啊，做兩個禮拜知道自己好渣噶啦。我哋個個入嚟個個都係精英噶，自己覺得做幾個禮拜預報員啊，好快都頭耷耷啦。我試過嗰陣時坐架小巴翻工，隔離嗰人係咁鬧，琴日嗰個預測，佢唔知道嗰個預測，但係佢坐喺隔離嗰個人出緊嘅。即系，我哋好快就知道自己系同大自然冇得比嘅，天心难测，佢想点就点。嗰阵时新界落咗雨都未知啊，一个月后先知。如果一个月后咧，佢要交每个月嘅落雨报表，先至知道原来几个当日落过雨嘅。但系咧，我哋工作之中咪要学习，唔讲嘢都要讲嘢，唔同人哋倾偈都要同人倾偈。跟住，哇！呢個鍛鍊勁啊，要學埋氹細路仔啊，要同市民溝通啊，
要同人哋接觸啊，要諗人哋諗嘅嘢，唔係再諗我認為最好嘅解決方案係乜嘢，而係究竟人哋要乜嘢嘢，同埋就係要令到佢哋覺得咧，其實我哋天文台呢班都係人嚟嘅，因為好多人咧以為天文台咧係副機器嚟嘅，有個標咧就話聽日好天，咁你又抄嘅啫。但其實不是的嘛，那怎樣令到市民知道呢？沒法子啦，沉默寡言都變成多口仔啦，就講嘢咯，要氹埋細路添啊。咁所以我而家好叻氹細路嘅，其實天文台要教啊，工作之中是有好多嘢要教你。好啦，咁咧我翻咗工之後咧，就有個問題啦。我嘅興趣天文氣象變咗我嘅工作，其實人係好慘嘅。人咧好多人就話：，有家庭啊，有事業啊咁樣，或者有個興趣。但係當你嘅興趣變咗事業嘅話咧，好悶嘅喎。尤其是咧，當你嘅興趣變咗你嘅事業，跟住老細咧，成日對你啱唔係幾好喎。我你翻個工個幾都知㗎啦，好多時全世界都讚你，係得一個人讚你嘅啫。有冇人試過啊？唔敢出聲啊！成日都是咁樣嘅，全世界都話你好啊，成日得你老細話你，咁你咁渣啊，好普通嘅啫。我都捱過啦，哎呦，咁咧嗱，我翻工之後，我覺得做人唔可以興趣變咗職業嘅，我一定要諗辦法救自己。所以咧，我就用咗幾多時間咧，去上好多好多嘅堂。咁就係嗰段時間咧，我就幫襯咗校外課程部，即係唔直接港大、中大我都有。咁啊。我又去學欣賞下西洋的藝術喎，好記得噶。我第一次學呢個藝術欣賞咧，係學 surrealism 超現實主義。咁咧，但係 surrealism 之前有啲叫 dadaism 嘅喎，大家聽到未啊？啊，達達主義呢、這個好出名噶嘛。啊，呢個尿兜嚟嘅啫嘛。不過咧，佢咧就將佢擰轉，就改咗個名叫做 fountain。噴水池，咁呢個係經典之作嚟噶，係藝術史上一個轉捩點嚟噶，係將現有嘅嘢令到你去諗第二啲嘢，而唔係由現有嘅嘢就咁描繪佢。啊，其實呢啲嘢又刺激我喺工作上面噶。哇，你唔好諗嘢，成日諗點樣改善啲嘢，諗啲新嘢啊，係嘛？咁因為佢好得意嘅。呢、这個現實主義，唔係超現實主義，跟住咧就當時就好藝術好多嘢變化嘅，舞蹈咧就由芭蕾舞變做現代芭蕾舞，現代芭蕾舞變做現代舞，即係 modern ballet 跟住 modern dance 嚇、啊。咁我走去學個 modern dance 啊，我都跳咗大半年噶，不過咧試過跳到啪，我40歲學 modern dance 噶，咁啊我去上堂嗰陣時候都幾尷尬噶。全部都是女士，得我一個。第一堂有多個女，有多個男士嘅。嗰個男士著曬全身緊身的舞蹈衣服去添嘅，我好有型嘅。我著住都唔係咁樣樣，不過都唔即係爭唔得幾遠去跳。第二堂我已經唔敢去啦，剩翻我一個。咁咁啊，好彩我蹲單聲就唔會掂人嘅。咁唉，咁咪搞掂啦。咁我跳咗3月好過癮咧，我就溜埋太太去一齊嘅，所以我太太咧就跳咗3個月嘅。不過跳完之後，發覺我哋40歲開始就遲咗啲嚇。本來我想去學芭蕾舞嘅，不過嗰陣時咧，全香港冇笪地方肯收我。我去過黃仁萬嘅，黃萬知道我想學咧，叫我誒實有人收你㗎。點知去到嗰度間學校話：你嚟睇下我哋請堂啦。點知去到嗰度行入去，睇下個廁所寫住 boys。我嗰陣時40歲突啊，跟住就行入去。跟住個老師好明顯唔係好 happy 我去噶，咁我同啲學同學講：，有啲成年嘅男人嚟學啊，叫佢浸嗰陣時咧，伸直對腳落地嗰陣時屈腳，佢竟然跳起嚟嗰時屈腳喎，落地伸直對腳喎，砰一聲。咁呢啲説話講俾我聽咧，我唔勉強人哋嘅，我冇學啦，係嘛？喂，好多笑話嘅。咁咧就我佛學我又去聽下嘅。咁啊，山水畫我又去學畫過嘅，即係點咩嚟？哦，改變我嘅生命嘅就係喺 space 上堂學香港鳥類。
咁咧由嗰陣時開始咧，我就睇雀。長話短説就係睇雀令我進入咗完全另一個世界，因為物理就係睇死物世界。睇雀突然間叫做咩世界啊？生命世界，唔係生物世界，係生命世界啊！生命世界同生物世界有咩分別啊？生物就淨係動，就係動植物嗰啲物件。一件事系，系啊，有始有终嘅，系有始有终嘅，生命就无始无终啊！生命有始，生命有始有终，生物就只系一个一嚿嘢吓。生物咧就讲紧一只只嘢嘅，生命就系好虚嗰样嘢。嗱，点解呢只系生物？点解呢只唔系生物？因为佢唔会死啊嘛，所以咪死物咯。听唔听得明啊？好深噶呢句嘢。佢唔會死噶嘛，佢所以佢係死物，會死嗰啲就係生物。啊，多謝你聽我呢句説話，因為有啲人覺得我亂噏話先。嗱，咁啊就係，其實咧，我一世人最記得嘅第一隻我認得嘅雀咧，就係呢只叫紅耳杯嚇，公園大把噶。紅耳杯個名來自呢度嚇，呢度有啲咁多紅，當耳嚇。哇！睇見啲雀仔之後，令我好開心噶。突然間，原來咁多種雀仔喎！我以前就識得兩種雀，就係麻雀同埋飛麻雀。多啦咩叻啲，就有啲叫麻雀，有啲叫麻鷹，第三種叫做飛麻雀、飛麻鷹。即係係咁樣學噶嘛？我哋學嘢係咁咧，就哇！我突然間成個世界變曬，我識咗好，突然間我知道好多雀仔喎，而且我唔係見到生物，我係見到生命，因為啲雀仔。啲雀仔會揾食嘅喎，嚇，會揾食嘅喎，嚇。譬如呢啲相思咁，會捉蟲喎。呢啲咧，啊個嘴掘嘅，因為佢係食啲種子嘅喎。啊，呢只佢撲落水度捉魚咧，所以咧就係就咁落去咧。有時佢會將條魚插正喺中間嘅，淨插咗佢。所以又要長又尖嚇。呢只。哇！只腳咁鬼長，點解只腳要咁長啊？因為佢要降落水嗰度，跟住咧就釘落去啊嘛，所以整下要只腳長啦。只腳唔夠長嘅話，咁淺水冇大魚啊嘛，水深啲有魚大啲啊嘛，係咪？仲有隻腳長，條頸都要長啦。咁咧，我發覺，咦，我睇下有隻雀，啊，原來佢體型咧，或即係個形狀咧，會同佢食乜嘢有關啊，又同佢環境有關啊。我睇睇一隻雀咧。每次睇到隻雀，我諗起嘅就係佢周圍嘅嘢。啊，頭先你講個周圍呢兩個字啊，對唔對？我啲記性暫時都仲有幾十分鐘。我睇睇下話，我睇緊啲雀，我開始發覺我唔係睇緊隻雀，我每次睇緊隻雀都係睇緊佢一大堆嘅關係。漸漸即係我唔識呢啲嘢噶嘛，漸漸我發覺生物一隻嘢咧，其實後嚟嗰堆咩一堆關係就係所謂生態啦。就係佢係一個好大嘅網絡入邊嘅交匯點，其實係佢一個 node 嚟嘅 ，node node 係好多關係、好多事情嘅交匯點。咁我開始咧，成個人諗嘢變咗啦，就係所有嘢都要諗喺一個大嘅網絡，好大嘅網絡入邊嘅咁巧係我，其實我係一大堆關係入邊嘅交匯點。我係我阿爸阿媽個仔。我是我老婆的老公，我是我的仔的阿爸，我是阿 Sir 的學生，我是今天這些聽眾的講者，我其實定義我，不是我是誰，而是我是誰的誰，那個才是我，然後我要吃那些東西，哇，為什麼我有得吃的？其實都很無聊的，我出預測的，即是死幾隻電台講就有時不準的，為什麼我有飯吃呢？其實我係諗咗好耐呢個問題，我真正諗咗嘅，點解我會有飯食㗎？但係因為呢個世界嗰個好複雜嘅網絡入邊，認為我呢個有價值，所以就變咗做我有飯食。但係呢啲嘢其實我係要喺睇雀嗰度諗翻出嚟嘅，就係其實我係一個好大網絡入邊嘅一部分。咁因為睇雀咧，睇睇下香港啲雀咧，睇睇下香港啲雀容易睇嘅都睇咗啦，咁唯有去第二度揾啦。於是就令到我周圍去。為了鳥而旅行，
而且要去啲偏僻嘅地方，所以咧，唉，又去熱帶雨林啊，但又去到好似沙漠咁啊，又會跑到去新疆啊，又會跑到去西藏啊，咁當有出國嘅嚇。不過我呢度隨便揾嘅就係中國嘅地方，去到唔同嘅地方，見到嗰度啲人個個都唔同生活方式嘅喎。其實我都好笨嘅，我要成四五十歲咧，我先至開始突然間悟到香港呢個生活方式唔係唯一嘅生活方式。其實本來好應該知嘅，但係冇呢個旅行親眼見到冇感覺嘅喎，悟唔到嘅喎。其實我而家同你講，你即刻知㗎。但你我唔知點解我係比較蠢嘅。我要真係去到現場，我先發覺原來人係有 N 種生活方式，而且要睇佢身處咩生態環境。然後去到尾又話：，人其實係一種啫。呢度呢啲係西藏嘅細路，你覺唔覺得我好似同佢傾緊偈啊？其實我又唔識西藏話，佢又唔識普通話，唔知點解傾到偈嘅喎。你好快樂咁啊！我同佢傾偈，我仲記得佢哋嘻嘻哈哈咁笑嘅喎。呢度仲過癮，呢度係新疆南疆。你係咪覺得我同佢哋傾緊偈啊？我唔識維吾爾話嘅喎，佢都唔係好識普通話嘅啫喎。啊噏下噏下咁好似啲人其實得一種嘅啫 ，Homo sapiens 現代智人。我哋有時覺得呢個世界啲人好唔同，基因一樣嘅啫。但是在不同的生態環境裏面有很不同的生活方式，令到我回來想，其實我們現在在香港的生活方式不是唯一必然，只是偶然的一個方式。我去西藏的旅行，我試過因為我 有一次去是要露營一路行的，十日沒有洗澡，香港人怎麼可能啊，但我發覺十日沒有洗澡，去到第四五日覺得自己的皮膚很漂亮，好油潤啊！好油潤喎、啊！最近新聞出過咧，話我一分鐘沖涼啊嘛。其實由嗰陣時開始，令到我有個感悟就係，其實我哋以前真係扮用翻緊洗咗自己嘅保護膜，跟住咧就會賣個潤膚霜俾你，賣你兩次。但我介紹你哋咧，唔好用任何嘢沖涼，用清水沖涼。嗱，唔好以為我傻佬教你嘅，係皮膚科叫醫生叫我咁做嘅。你都有啲朋友聽我講，唔用番鹼，只係用清水沖涼之後咧，幾個月後佢嚟同我講：林生，你嗰招真係得㗎，我而家唔臭啦。老婆唔鬧佢，因為以前佢洗得乾淨個頭咧，保護膜冇咗，各種各樣嘅嘢喺佢皮膚上面生到佢人臭咗。嗱，唔好買呢啲廣告啦，繼續講，因為咧其實後邊有大把。咁但係咧，對我嚟講咧，有一個好重大嘅轉折點咧。就是看書，我是在1990年左右接觸這兩本書，一本叫《Gaia》，那個作者叫 James Lovelock， 就是講我看完那本書，其實我以前也有個感覺，看完那本書之後，它更加印證了一樣嘢，就是話全地球所有東西都是互相聯繫的，它地球其實是一個生命，這個生命就是所有的東西加埋的生命，而且為什麼呢？因為各種各樣的東西，它有個功能支撐著其他東西的，是大家互相支撐，而且它還厲害，它連石頭、冰、空氣、水都是在這個網絡裡面的，整塊東西對於它來說，整個地球就是一個生命， Only one life on earth， 我是其他，就是它的組成部分來的。它那個名字叫Gaia，有些素菜館都用了這個名字了。就另外一本叫 Naked Ape，這本是六幾年的書，但我覺得大家應該要看，就是它令我明白人其實是一隻動物，其實是人人都知道，不過不是的，原來現在有些中學生呢，你去到那裡叫他數，你數五種動物出來，他數來數去沒有數人的，因為他們已經認為人不是動物，人是另外一樣東西來的，是很恐怖的。這個呢，這本書令我發覺原來呢，人是一隻動物，我們做很多事以為很高級，其實慢慢以動物，以觀察動物的方式去觀察，我們發覺其實它都有些動物的原因，不要看得自己那麼大，我們只不過是另外一隻 ape， 不過是一隻沒有那麼多毛的 ape。 我就覺得花些時間看一下書，我這些人影響我
最大的兩本英文書咧就係呢啲。嗱，中文書我唔講啦，中文嗰啲咩《大學中庸》《李孟子》啊，即係嗰啲就大把。我哋中國嘅寶典好多，因為伽耶講嘅嘢其實同我哋講嘅天人合一係一樣嘅。我哋早佢二千年講，但係佢用科學現代嘅分析嘅方法去講呢、這個 negative。其實我哋中國人講人性、講人倫係一樣嘅。佢入邊，譬如有啲地方會講人同動物有咩分別啦？祖父，我人類有祖父母，因為有祖父母呢樣嘢咧，就已經同好多動物分開咗啦。要祖父母好緊要嘅嚇。啊，咁所以咧，睇下書，突然間覺得哇，越嚟越覺得自己渺小啊！原來自己係一個好多網絡之中嘅一部分，而且我以為自己好叻咁做緊嘅嘢咧，係我啲天性擁緊嘅咋。以為自己咧，阿媽阿爸生我嗰陣時俾我啲基因決定咗我啲成人做乜嘢嘅。仲有就係、是，我退休之後咧就話過唔會為錢做嘢啊嘛，所以就好多人發覺唔使錢嘅喎，咁咪成日叫我去講嘢咯，係嘛即係。咁啊，第一年我撞咗成100個 talk 啊，而家越嚟越少啦，因為我越嚟越得罪嘅人多，咁啲人唔叫我去。因為我試過鬧啲校長，咁啊嗰年又會少咗啲嚇。又我呢幾呢呢一兩年，我話鬧位工程師，所以工程師學會唔揾我去，漸漸少咗啦。但係去演講咧，原來都係一種學習嘅方法嚟嘅，因為咧我每次同人講嘅嘢嗰時候，我要組織自己啊嘛。譬如其實我喺十零年前，我浸會講過一次，就係、是、講六次，就將由宇宙洪荒講到現在消費主義時代嗰啲嘢，大歷史其實而家叫做大歷史。咁喺嗰段時間，我將自己諗嘅嘢組織好出嚟咯。所以同人講嘢係自己學嘢。咁我鼓勵你哋咧，即係都諗啲辦法製造機會俾自己講嘢。你唔使對好多人講嘅，對兩三個人講，食飯嗰時噏下都係一種好好嘅，即係講嘢。係會令你組織好自己啲嘢，嗱咁啊有人聽你梗係好開心啦，係嘛？雖然我試過演講得一個聽眾嘅咋，你哋可能未試過，我試過噶，我演講得一個聽眾，因為嗰陣時我喺香港要推廣官僚咧，好難嘅。嗰陣時香港人都未食飽，所以冇乜人有興趣官僚嘅。咁我試過講一個嘅啫，即係一個聽眾。嗰個聽眾後嚟見到我都開心啊！嗰年啊，得一個係我嚟啦，咁啊，我都好開心啊！你唔嚟嘅話，我嗰日就唔知點算好啦。咁然後咧就我有機會寫書啦。咁早期寫同雀仔有關嘅，後嚟就會將我頭先講嗰堆嘢咧寫落本書度。嗱，寫嘅過程之中，所以我而家明白點解啲人咁中意寫 blog， 因為寫嘅過程之中，你會組織自己嘅嘢，其實學咗嘢嘅。近嚟咧。就近一兩年，我多咗喺報紙寫下啲文，講下香港嘅行政權點樣流失啦。因為我好關心香港點解搞成咁嘅行政權失落。咁我發覺原來冇人寫嘅喎，咁我去寫咯。寫嘅過程之中，我咪學咗嘢咯。學寫完之後，我明白哦，原來個世界係咁樣嘅。咁我冇咁嬲嘅喎，因為我知道原來有嗰啲脈絡係咁樣走出嚟。好啦。咁跟住就係行動中學習啦。咩叫學習？而家都係咁講 ，experiential learning 啊嘛。你梗係要做啲嘢。所以嗱，我會叫人哋唔開冷氣啊。咁我又俾人當我即係最早俾人當傻佬，就係我叫人唔好開冷氣。第三條跑道呢個係傻佬嚟嘅，梗起㗎啦。你仲要阻塘避擋居，有啲人話冇可能頂到佢喎。我話可能，如果可即係容易叫佢唔起嘅，就唔使我嚟講啦，你都講得啦。就因為冇可能先我講啊嘛，其實最好噶，冇可能嘅你去講咧，佢真係起咗你冇損失喎，你明知起唔到啊嘛，聽唔聽得明啊？你明知唔得嘅去做，哇好嘢喎，堅持喎、啊，如果好容易㧬、一時下威就冇咗嘅嗰啲嘢，唔使我做啦，你去得啦嚇。譬如郊野公園咁，哇嗰陣時提出嚟個世紀勁啊，啊呢次好好笑噶。提出嚟嗰陣時候，我哋話：，我哋搞一次行公園，卜卜聲，原來嗰日搞到嗰啲巴士亂曬龍，爆曬棚。嗰日原來幾乎有3000人去行喎，即係叫人哋去大鹹篤行山啫嘛，冇示威㗎。咁其實嗰次已經令到政府停咗去搞郊野公園㗎啦。不過換個政府咧，又第二批人又再嚟過，搞到今日仲喺度講緊，咁啊直到永遠㗎啦呢個。咁冇完㗎喎。
而家呢個政府就話我哋唔好搞郊野公園啦。不過而家啲人成日鬧，而家呢個政府話下個政府實要搞啦。咁點咧？好沮喪啊！不過，唉，係咁噶啦，大勢所趨係咁噶啦。馬下諸佢哋咪我而家碎啲後生仔，你哋去搞啦，唔好我搞啦，退俾你。人工島繼續講啦，人工島拉著我噶，因為人工島海氣候變化、海水上升實浸噶嘛，你填到幾高啊？你而家入去買間樓，哦有海景啊，點知咧遲啲海水上升，起咗埲牆，你變咗睇住埲牆喎，即係莫名其妙噶嘛。但係香港直到今日都唔講科學嘅，其實我作為讀科學嘅，我係好激氣嘅，因為喺第三條跑道入邊，直情有個顧問報告出話嗰度嗰啲將來嗰啲航線改道之後咧，嗰啲船相撞個風險咧計出嚟，連個單位都錯嘅。我是讀科學的，很清楚的，單位都錯，實錯的嘛，政府照收貨，跟住就話係啊，冇問題，那個海上交通安全那個風險是 OK 的，我寫去俾佢哋話，你連單位都錯，點得呢？照過呢個政府，哎，呢個世界嚇，呢個世界都唔知點解唔講科學嘅，我是讀科學的，其實很痛心的，不過個勢係咁樣。人哋國家的總統都係咁樣，點咧？嗱，係啊，好勞氣噶。不過我只係嗰陣時勞氣嘅啫。我唔會冚頭埋牆嘅，咁品，我唔會後天下天落雨落嘅。咁咪照去行山咯，我去睇下山咯。啊，我睇下山，睇下天，啊，睇下海，係嘛？然後啊，行動中深入學習，呢個就係過去我嗰十零年用嘅。唉，我都唔少心血喺呢樣嘢度。但係佢其實係楞住我以前所學識嘅所有嘢，即係有條村荔枝窩村係零居民嘅十零年前，我係經過十零年嘅時間發，即係唔係淨係我一個人做嘢，只不過係我擁好多人一齊做嘢啫。啲田又耕翻啦，本來呢啲係樹林嚟嘅。哇！呢個一百歲嘅原居民，佢而家竟然因為我嘅工作，佢而家翻條村度住，將佢本來淹沒咗嘅果園。開翻曬佢，而家每日去整翻佢話我祖先留低嘅果園，令到原居民能夠翻翻去自己嘅地方安樂。然後我能夠說服一大堆嘅原居民將佢哋十幾間屋租俾我哋，一蚊一年，用咗20蚊租咗20年嚟俾我哋改建。嗱，我哋而家改建到好靚啦，啱啱咧同政府同有關地單位咧就較勁咗成三四年咧，我哋啱啱最近攞咗賓館牌啦，全香港第一次係用村屋攞到賓館牌啊！中間好大好大麻煩，我就要對付啲陀地，仲要對付一啲誤會我哋城市冇咁好人嘅，會嚟呢度義工嚟，你幫我整翻條村係嘛？咁我啊試過俾人啲拳頭嚟到呢度噶，好彩佢係一個專業嘅陀地嚟到我呢度停咗，即係。我碰過好多麻煩噶，幾人話你就傻嘅咩？即係咁都嚟做，我話係啊，我就係傻嘅。點解咧？因為我喺度睇咗咁多年嘅各種各樣嘢，我覺得就係呢個世界人同天同生物要大家互一齊嘅。所以我喺呢笪地方，我係 farming for conservation， 係為咗自然保育嚟耕田。我起翻啲屋，令到第二地方環境好咗之後，原居民可以翻嚟，我希望佢哋血脈可以延續落去。我維持住佢哋嘅文化，而呢個文化係農耕文化，而嗰個農耕係與自然友善嘅文化，咪將我頭先講嘅嘢全部攞埋曬一堆咯。所以雖然我碰咗好多麻煩嘅，如果你喺條村度有埲牆寫住嘅不歡迎林超英就唔知乜乜乜嘅，不過嗰個不字咧有時就遊咗，有時就冇嘅，睇下你幾時入去咧，有時咧就見到個不字，有時就冇嘅嚇。好嗱。在这个过程之中，我真的深入学习怎样跟一个农村的人很多不同价值，因为那些新入去的居民呢个个想的都不同的，他为什么要搬入去呢？当然是奇人才搬入去的嘛，所以他的价值观念是很强的。那我怎样协调一些新居民、原居民，还有些人很希望在里面搞到很大整个 resort， 那我们这些就是不是我要原裝原本，我不是做個景點，我要做到大家嚟到見到以前嘅文化係點。好慘㗎，其實我傾家蕩產㗎，準備嚇、
我同我啲同事講，為咗呢件事，我準備傾家蕩產、身敗名裂，所以咧你點都唔會騷擾到我嘅。我甚至唔怕講啦，誒冇啊，老婆喺度可能聽。我係要借好多錢俾我哋自己嘅機構做嗰個現金周轉㗎，因為攞人哋啲錢要現金周轉㗎嚇。之後我提醒大家。一定要從運動中學習，學習咩？認識自己身體啊！到咁上下歲數，你唔認識自己嘅身體，好危險嘅。一碌落地下，哎呀，盤骨一裂，你就可能從此又瞓牀啦。所以我老師好嘢，我頭先一拍佢膊頭，即刻知道身體失正啊！即係我而家喐下都可以做得幾十下 push up 噶、啊。就我退休之後長高了3cm 噶，我的腰圍減了2寸噶，即係唔知由幾時開始計啦，減2寸啦。其實我跟後生比梗係多了啦。咁就係、是、原來其實我哋又話認識天，又話認識地，又話認識文化，你是不認識自己身體的，所以我而家咧係個個禮拜跟太太一起學跳舞嚇，一個師傅教兩個，嚴格要求。然後呢就做運動，我做運動不多的，有個師傅監住我做一個鐘頭，做到盡啊，咁就能夠保持到自己不怕跌。我不是練六嚿腹肌，不可能順便練了都不定、啊、但是很重要的認識自己。仲有我怎樣能夠最近嚟很快樂，就是我突然間在呢幾年之間學識了看街邊的花草樹木，路邊有，我不用入深山的，呢啲嘢我喺街邊隨便揾到嘅。我而家喺我 Facebook、Instagram 每日一花，每日話俾大家聽呢個世界係幾靚。所以我好抑鬱，一時時嚇，我係每日有半個鐘、一個鐘，我係對住啲花草。嗰半個鐘、一個鐘係我嘅禪修，我就係睇住呢堆嘢，令到我仍然記住呢個世界好靚。其實咁多年嚟係不斷嘅發現。不斷的學習，不斷的累積，做人呢不可以想著自己厲害就可以了，其實要每天每天這樣，有些東西不斷疊上去。我幸運，我一早就看到天，一早就看到地，然後跟著看到天氣，跟著看到生物，然後因為旅行看到民族，看到別人的歷史，跟著就看到生態系統、地球系統，自己在裡面，到最後其實真是笨，到最後發覺要認識自己。那我呢就好幸運，我覺得我都叫做經過一個幾圓滿的過程，不斷學習。人很渺小的，我都很渺小的，又這個世界所有的東西都是巨大複雜的網絡的一部分，所有的事的出現是因為以前無數的事發生之後的結果。那你就知道了，時代巨輪，東西一動，你一個人怎會推得動它？不過如果個個人都做少少嘢，又有影響，是吧？其實我覺得最重要就是生命美妙難得，生命世界，哇！點會有生命呢樣嘢㗎？你睇書睇到傻都諗唔到點解有生命嘅。佢個系統係最複雜嘅。然後就係、是、不過我又好清楚，生命係不穩定嘅。我哋讀物理嘅就知嘅，生咁複雜嘅系統一定不穩定嘅，一定用能量啊物質去維持住嘅。啊，點嚟啊？所有任何一隻嘢都要靠無數隻嘢幫佢嘅，就咁樣啦。當你有呢個理解嘅話，你其實對住呢個世界咧，其實你心中望住呢個世界。喺香港好奇怪，男人老狗講呢個字咧就話佢唔可以辱罵，其實去到最後望住呢個世界係一個字嘅啫，就一個愛字。哇！原來呢個世界對我咁好，喺咁嘅情之下。我見到啲咩嘢唔妥，我盡力做啦。但係只係盡力做啫喎，你知道其實所有嘢都有個大勢，我盡力做，希望人哋亦都一齊盡力做。由我一個好小嘅事業變成一個好大嘅事業，改變佢。不過其實啲嘢係已經決定咗嘅，你嘅動念去做都係嗰個決定嘅一部分嚟嘅。咁在我嚟講，人點樣開心啊？路上多觀看風景，因為呢條係路嚟啊嘛，一西人。由起點到終點實有噶，一路唔係睇喎，係觀喎，觀同睇唔同噶喎。睇我睇住你，觀啊，我仲係諗下你
點解你戴眼鏡啊？點解你頭髮要染呢隻色啊？點解你係都要著黑色唔著第二隻色咧？觀係我哋靜觀就有自得啊嘛。中文講萬事靜觀皆自得。我提議嘅就係從此以後大家多啲用觀呢個字嚟睇呢個世界。咁喺呢個世界，漸漸你知道自己係點樣嘅，知道世界咁冇嘢令到你唔開心嘅。其實當冇嘢能夠令到你唔開心時，你就係開心咯。開心就本來有嘅，唔好需要佢。今日講咁多啦，好多謝大家。好啦，問答時氣啦。啊，面對生離死別，如何保持開心？其實我覺得好容易嘅啫。我而家已經喺度諗緊我幾時死噶啦。咁咧，啱出嚟啊嘛，82.5歲。咁我咪當嗰個時候出現咯。不過我亦都知道，聽日我都可能死嘅。我已經去到個位置，我只係話俾大家聽，我自己我好難話俾你點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，我已經去到個地步就係，我如果聽日突然間死咗，我 OK 嘅，我冇嘢後悔嘅，我覺得所有嘢已經做咗噶啦，可能我做嘅做咗啦，突然間去咗咪去咗咯。其實我最希望人哋咧就唔好燒我，除曬我啲衫，拎攞出大海，綁個石頭喺我身上掟落去，唔好嘥柴火製造二氧化碳。不過很難的，其實我一個願望就是當年我去西藏，我希望在西藏拜拜，跟住人哋幫我天葬，喂下啲雀。不過呢樣嘢係做不到的，咁我而家暫時的希望就是希望海葬。不過咧喺香港咧，死咗之後人就是垃圾嚟嘅，唔準亂抌。咁所以咧就做不到的，咁咧我仲喺度諗緊點搞嚇。面對生離死別，點樣保持開心啊？因為嗰個係必然的，既然是必然的話，就冇唔開心。因為是必然的嘛，我哋只是成日，我唔怕話咩，我是突然間有一日悟到我會死的，係人都知道人會死嘅，但我是有一日喺1999年2月2日，我記得好清楚嘅。我嗰日其實好好笑，我係刷緊牙，唔知點解覺得，我會死嘅。其實我從嗰日之後咧，我好開心嘅，因為我知道我會死啊嘛，就唔會掙扎去做咩嘢，唔想死。喺咁嘅情，其實你知道自己會死咧，其實呢個世界好多事就解決啦。橫掂都會死，頭先我話啊嘛，後日係世界末日，做咩啊？聽日自己開心咯，或者你當自己後日會死咯，咁咪聽日做嘢開心啲咯。面對生離死別，佢係必然嘅。咁就講完啦。點睇漁護署有部野豬？因為我係有份耕田嘅。所以我覺得有部野豬，有部唔好講有字啊，捉野豬處理咗佢，有理由嘅。喂，我哋種成噸嘅薯仔俾佢食曬，番薯俾佢食曬，冇仇報嘅喎。你嗰班要保護野豬嘅人，你會唔會賠償俾我咧？嗱，如果你話要保護野豬嘅人咧，願意俾錢我賠償我呢個損失咗成噸或者兩噸嘅番薯嘅話咧，我乜都唔做。我仲多啲番薯俾佢食添，係嘛？但係你又唔願意俾錢。譬如話受傷嘅，譬如話受咗傷嗰個輔警，愛護野豬嗰啲人，有冇人去醫院去睇嗰個輔警？有冇人願意俾幾萬蚊補償佢俾只豬受傷整親咧？你又冇喎。我嘅觀察就係喺動物世界入邊，所有動物都有權智慧嘅。所有生物都有權智慧的，如果我們集體人類是被野豬現在襲擊的話，人類集體都 有權反擊保衛戰。好了，怎樣跟經常放腐的人相處？見到他就哈哈笑咯，激到他死咯，是這樣的。因為他越在那裡放腐的人越是哈哈笑，因為有句嘢講到爛啦，唔好將人哋嘅垃圾放喺自己嘅心入邊啊嘛，係嘛？有咩理由將人哋嘅垃圾放喺自己度？將你將佢嘅垃圾放翻俾佢？你又唔好想象你會去幫佢解決佢嘅問題，但係你咪記得我開心噶，你咪放負放到夠啦，希望佢放得多咧，佢冇咁負面添。又或者你有憐憫之心，覺得佢好可憐。有時其實。鬧你嗰個人，其實諗下佢鬧你，佢好辛苦噶，嗰啲氣壓、血壓又高曬，面又猛，成個面攬啊，嚿青筋暴露，即係
好辛苦的，如果你能够这样观察他的话，他骂你是你的娱乐来的。这个是电视台那个啊，那个什么啊，郭小，不是郭小，有个以前编剧很厉害的那个呢，哇，刘天赐教我的。刘天赐他那时候我初初入电视台，早被他老闆骂到飞起，初初很猛，不过有一天决定入去观察他怎么骂自己，之后从此后被人骂开心。放负的人呢，其实你当他 你怜悯他呢，就突然间没事了。好了，这个好奇心怎样培养出来？这个好奇心是与生俱来的。即是我最近我竟然 有幸观察到一个 BB 仔，譬如我的孙女呢，又做阿爷成日讲孙女，由这个八个月九个月开始大，去到现在两岁，他不断在学紧嘢噶嘛，与生俱来噶嘛，所以呢个好奇心系自己哦。不过好多时就系读中学嗰阵时俾学校冚熄咗啫嘛。其实我好多时学校冚熄咗佢，咁如果你知道俾人冚熄过，你咪开翻佢咯。开心，开心就包括好奇啊嘛。你打开咗啊嘛，乜都见到。成日，所以点样学去到最尾系讲观嗰个字啊？观呢个字咧？所以我哋叫观鸟会嘅，嗰阵时我哋初初咧，有啲人话要咩鸟类协会啊嘛，我话唔好，最紧要个观字，所以我哋叫香港观鸟会。观，你谂下，我哋中国人讲个观字咧，有好多嘢谂起出嚟嘅，静观皆是德啊，即系好啦，点样培养，唔好俾人冚熄就得噶啦。点样保持乐观嘅心境？哇，自己决定啫嘛，同埋。你成日有啲新嘅嘢學習，譬如我無厘頭，我讀物理嘅走去學植物，但係哇好過癮嘅喎，中間有啲煩惱嘅，有時有隻植物影嗰張相咧，諗咗成年噶，啊！但係年紀之後突然間諗到佢係乜嘢喎？睇雀都係噶，即係所以咧，樂觀都話明個觀字啦，觀多啲嘢。我覺得你睇多啲嘢呢個世界，你會見到好多靚嘢嘅嚇。好。在老人院遇上一些觉得没有生存意义的老友，这个是有些困难的，因为在老人院的话没有什么新刺激给他。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、啊、你可不可以带他去看看星、啊、带他去看看山、啊、带他去看看花草、啊、老人院附近总有个草坪的，都有些植物的嘛，我那些花草树木随时找到的。其实我在十零年前开始有个 project， 有个项目就是带古这个培养一群长者去教其他长者观鸟，结果我令到有一班男人很快乐，女人通常就没问题的，女人退休之后呢会群党周围去的，男人呢就去公园坐在那里咕咕的。但是观鸟就令到他们突然间，因为那时候他们我想我来帮他们组织一些、他自己的团体，就主席就任，他得话，佢讲就系咁样，我退休之后，我以为再生无可恋啦。不过自从我学咗观鸟之后，发觉日日都有新发现，仲有好多雀仔等紧佢睇，佢就突然间发觉，哎呀，唔舍得死住。所以最紧要就系有啲嘢令到佢觉得仍然想知道，想学。哦 ，last question 啊，哇！怎样有效将开心的能量传给人？有理没理都是这样笑咯，是这样的，即是其实你怎样都想到的东西你又笑的，是不是都说这么好笑的，哈有那些大笑瑜伽这样的，就是因为那个肌肉的牵动入面的脑袋的东西就是这样，你主动地笑笑就可以了。一分钟冲凉负一的题目，一分钟冲凉，一冲凉只条颈以下不包洗头、啊、二一分钟等于一点几分钟都 OK、啊、三就是我不用番碱冲凉，所以悭了一阵，所以我悭了一半时间，然后用一分钟冲凉只开一分钟龙头冲凉，不是我一分钟在冲凉房里面冲完入去都未除衫已经够钟了，这一分钟是指开住水喉、啊好啦，一陣間嗰啲咧就傾偈再講啦嚇。咁、啊、今日咧就因為時間都夠啦，
有些朋友可能有些約會在後面，不阻大家，多謝大家。好，非常多謝台長你這麼精彩的分享，相信大家在生活當中都可以找到自己的開心之道。